在台下我是许成宇，在台上我就是小卡比。我印象最深刻一次对话是跟我爸，我就一样回家，他就很开心，就是他那个脸上就是超级骄傲的跟我说，哎，你知道我们那个公司他们今天在聊天有看大嘻哈时代二，然后他就屁颠屁颠的跑过去跟他说，哎，啊，你知道我儿子是小卡比吗？然后公司的小姐姐就说，哦，啊，你儿子是小卡比这样，然后我爸超爽的，然后就是这一路真的是总算有让他骄傲过一次这种感觉。歌献给朵拉还有我妈，但是我觉得小卡比的亲生父亲，我想对你讲，我很为你骄傲，也很为你儿子骄傲。你好像阿公哦。然后我能当他在节目里面的 K 杯，我也很骄傲啊。我觉得他前面就是那一个影片就已经让我很感动，因为自己也是身为母亲，然后就觉得其实他进步很多，是我看到整个 crowd 都有跟着他一起在那边 ，you know， 他们都很喜欢他，很支持他。我觉得这是一个。You know, I know. So, I know, I know, we know, I know. 熊仔老师觉得刚刚那个他们那段慢才的如何？还好哎。